一百一十，今天我看了，好几万块钱，不要办。刚买一百多块钱，老公吧，他中午见面啥，基本没拿了嘛，就没谈。啊，一看没有，目前上这边，目前人家车间，我们好，下午那车间，伢也，伢子弟弟也拿，没有，就车间不要，要高兴啊，就拿上来。这边呢，我看嘛，你讲，中间的金融。